你听着啊，回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，字数不得少于100字，不许找别人代你写。有不懂的字问你们排长，他要是不懂你就来问我，去吧。是。100字。关键我小时候没念过书，我真不识字儿。然后这回让我检讨，都得让我自己写出来，然后不能让别人代替我写，咋整？哎，不是我说，小顺，你咋就这点出息呢？你从小没念过书，那你也甘愿当一辈子睁眼瞎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不会学吗？是我一直都在学呀、啊。就像你以前李长顺三个字，我只认识两个，能写出两个，但是我现在认识80来个字呢。哎呀，你现在老厉害了，他也忘得差不多了。就是就是。啥忘得差不多了？我都记着呢，我。哎呀，你别整那没用的了！我现在我就这检讨怎么写？嗯，要不班长就这么写吧。你看啊，本人李长顺，由于在内心深处还没有受到革命觉悟的深刻教育，所以呢，在进入部队之后，还留着许多地方上的坏毛病。坏毛病，这不好听。组织性非常差，非常差。纪律性非常薄弱，非常薄弱，屡屡违反纪律，屡屡，听见吗？就是经常的意思。对，犯错误。不是你这不是，就你说啥呢？你那意思就好像我是坏分子，我应该都枪毙了都。嘿嘿，枪毙这词儿有点大了。那有了错误，你就要敢于承认啊。长顺，你听我说啊。你就应该按照这种把你自己写得越坏才越好这种思路写下去，那指导员肯定能通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，大夫，你来写，我来说，最后你来抄。来，大夫，还班长向着我，对，这我抄一遍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听着，本人李长顺，是头倔驴。倔字会写吧？会。别写错字啊。经常犯错误。坚决不改错误。太对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先别写了，班长，你不让他写了。不是我，你班长，你干啥呀？这是？不是，那你的意思是，那我说的不对呗？来，你呀，自己写，行吧？我知道我是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不能让他写的，那个老好像老不改正似的。不是，你知道你错了，你又不做深刻的检讨，你以为这是啥？啊，过年上大戏啊？你以为指导员就乐意要这张破纸吗？他要的是你走心。要不这么写吧，你看啊，本人李长顺。在革命觉悟方面还有点不足，有点不足。在组织性、纪律性方面还有点不够，有点好。一心只想着全班同志团聚，所以犯了点小错误。哎，对，小错误，这么念了吗？想对了，哎，这才听得舒服。对啥呀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以为他是给咱一班争光了？他是模范是咋的呀？给我严肃点，李长顺，自己写。不是班长，我知道，就是你就仔细一点告诉我，因为我想改正自己嘛。但是你字儿别整的太多了，最后我真写不下来。本人由于革命觉悟还不。不够，还保持着原来很多坏毛病，组织性、纪律性上还不够，在此犯了只顾自己班，不顾全连的错误。现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次的错误，在此诚恳地承认错误，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，李长顺。你听见了吗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啰里吧嗦的。不是，你规定他字数了吗？100字吗？够不够啊？
大差不差吧？要不你说说，我不干。不是，行吧，这总比骂他一顿管用。我相信从今以后他长记性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小子就是头倔驴，要让他走正道，必须牵着。急不得，缓不得。嗯，你必须让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问题所在，认识到我错了，嗯、这改起来才快。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。行，哎。下面那个事儿是不是可以宣布了？嗯，行，听你的。讲一讲，同志们，我现在要宣布一下新的人事任命。在我没说之前，我给大家打个预防针，每个人要有大局的观念，要坚决服从组织赋予的重任。下面我任命李长顺同志为一排一班班长。希望李长顺同志要牢记班长的职责，戒骄戒躁，少犯错误，挑起肩上的担子。解散。哎，长顺，哎，这不等你回来，我们就该走了。咋走得太快了呀？上级给咱们补充的新兵员明天就到了，连里让我们几个先都分到各个宿舍去了，把房子收拾出来，等着新战友。哎呀，我还想着咱们一班的兄弟在一起再住最后一宿呢。住啥住，那边的房子也好久没人住了，我们得赶紧过去收拾。长顺，当了班长了，给我把担子担起来。长春，你跟排长都还在夜排，有什么事情不懂都问问我小谭。我不。好好的啊。长春，以后千万别惹祸了啊。保重。那个我送你们去。哎哎哎，你送啥送啊？就你那个腿，你呀给我好好养着啊。保重，前队队长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就聊聊一会儿，就聊一会儿。是是是。哎，我一个人在屋里面待的，可烦了，就孤零零的，难受。啊，前段时间我有这感觉，适应适应就好了。
哎，我问你，你跟哥是不是一条心？老铁了，说啥了还？不一样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哥想问你个事儿。你说吧，哥，咋的？你能不能到哥的一班来，哥当班长，然后咱俩在一起还能互相有个照顾？啊？不行，这不刚批评完你，没咋回宣了呢？你还？不是你在说啥呢？你在那儿啊？我，你不是刚才说跟哥一条心吗？我怎么跟你说？不，关键我说水当尿裤的时候，大老杨没嫌弃我，给我整过去了。不是我嫌弃你了吗？就在你这里，我是不是一直在照顾你啊？你这么老想着你，对，你是跟我，你听我说，你说我哥哥，二排没人了，真的，你现在整的我算二排资历最老一个了。那大老杨刚当排长，你是要重建二排呢？人这看节上人担子比你重，我就不能离开。你做的对，我就看你坚不坚定。好好干吧。行，整的挺好。你现在挺进步啊，你现在啊。但是你变得也挺快。以后别惹老叔跟我关系好。然后有的时候，行，这事我不说了，反正这事一点意思也没有啊。不，你这真话假话呀？你这真话假话，对你对。因为杨班长人真不错，那可不嘛，人不放话，我这咋好意思说走呢？你好好干吧。行，多好。伯姐，哎，姑娘，你们是回月县村的吧？是，不过村子被炸了，不安全，我们先到车站去住。没问题，上车吧。那要麻烦你们了。哎呦，阿伯姐，您说的是哪里话？哎呦，快走吧。谢谢。来。哎呦。阿伯姐啊，以后可得注意。哎，不能再生火了。鬼子的飞机啊，看到烟那炸弹可就扔下来了。都怪我，不怪阿爸。我想着啊，熬点草药一会儿就把火灭了，可是哪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。哎呀你就说我这破房子也值不得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狂轰滥炸呀。哎，这美国鬼子呀真可恨。同志，你知道救我们那位志愿军他在哪儿吗？哦，他有任务，先走一步了。哦，我还没亲自跟他说声谢谢呢，实在太失礼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姑娘，每个志愿军都一样，帮你们呢，是分内的事。哎呀，阿伯姐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秦王，你今儿是咋了啊？跟个闷葫芦一样。班长，我就寻思，你说这大冬天的，房子给人炸了，他们以后咋生活呀？你是真替阿爸去着急，还是替那个朝鲜姑娘妈着急啊？班长，你说啥呢？我说秦王。啊。你在家乡有对象没有？没有。中医的有吧？班长，你今天是咋了？咋玄玄乎乎的呢？平时你也不问这个呀？没有啥，突然想起来了，随便问问。没有，在家乡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咱志愿军有纪律呢，不能跟朝鲜姑娘娃处对象，
你知道不？班长，你跟我说这干啥呀？我知道。有一个副排长，就因为这次被处分了。他还是英雄部队的人。俺你说，这男欢女爱，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。但咱是志愿军战士，是出国打仗呢。我能代表自己，代表的是国家，所以要严格的遵守纪律。你明白不？我明白。不是班长，你突然给我讲这一大堆，整的吧，好像我真对人姑娘动歪心思似的。没有，没那事儿。年轻娃嘛，说笑是正常的，没有啥。反正我把预防针给你打了，没有啥坏处啊。等打败了美国鬼子，你带上大红花回国，这么棒的小伙子还能寻不见个对象啊？不行的话，班长给你介绍个好的啊。行了，班长你别埋汰我了，咱打着仗呢，我哪能成天没事寻思这些事儿啊？没有，我说没有就真没有。真没寻思？真没寻思。那好，有就好。起来了，明天不是要替班吗？赶紧回去睡觉，快去啊！我睡不着。我跟你说，咋啦？姐，我又做梦了。又梦见啥了？每天都有这么多活要干。我现在做梦都是在做手术，都是血刺胡拉的东西。我还梦见银锁同志，还梦见我哥。哎，你呀，就是给自己压力太大了。你有这么多思想包袱，你怎么能不做噩梦呢？啊？看看你，以前干的没事都是咋咋呼呼、大大咧咧的，现在倒好。不许胡思乱想了啊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哟，还哭上了呢，瞧你这小样儿。姐，你进步就老大了，秋萍同志、老宋同志天天都夸你，可是我咋还不行呢？我现在都着急死了，姐，你说我到底能不能行啊？这行不行呀？不是别人说的，你觉得自己行，你就行，你信我的话啊！赶紧回去睡吧，啊！这么多东西没洗呢，不跟你聊。我不睡，我就要跟你待在一块儿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心里就踏实，我啥也不怕了。我觉得有你在，就像有家一样，出啥事儿都有你帮我顶着。你可不信笑话我。我这样笑话你，怎么啦？傻孩子。我帮你一起。别别别！站住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是，把太太都给吵醒了。姐。手都冻成这样了，我给你捂捂。哎
就别了，别了，落哎，没事，不凉，我习惯了。哎，行。向上看齐，向前看，射死。王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班长，哎，选好了。嗯，你小子，不是你，走开，走，向右转，向右转，右转弯，起步走，起步走。哎，好，班长。好干啊，班长！班长，班长！哎，我们的病呢？不是，还哪个是我们的？哎，你俩别着急啊，这不我都帮你们挑好了，一个人五个啊。怎么就这么几个啊？那其他的人呢？二排长杨家喜来的比较早，他一个人就挑走了30多个。哎，铁牛跟张林也跟着起哄，这俩小子到了二排了，这是。不是他们要那么多病干嘛？你傻呀，这都看不出来，他们是挑回去以后精挑细选，然后把挑剩下的给咱们啊。不跟你们说了，队友，向右转。起步走，啊啊！我把人带走了。哎哎，我哎，班长，这铁牛怎么能这么搞呢？这样子搞不行的。那你去找他，跟我没关系。这回俺们排算是大丰收啊啊！来了这么多老兵，我都不相信。咱们排重建不起来。嗯。喂，班长，我刚才看那空场那小瘦子，咋一次都没人要啊？哎呀，那家伙也太瘦了，这样的兵不能要。要不这样，要了得了。我看挺可怜的，当初我还水当尿裤呢。你跟他可不一样。用个啥呀？你有力气啊。那倒是。连长，连长好。哎，老伙计啊。嗯。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小李子，不是，哎呀，怎么是个学生娃呀？往哪搁呀？老规矩吧，你下命令。嗯，这样，咱们营部不是缺个文化教育？你看，这个坚决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这不是等于把人给退回去了？报告！哎，说，连长指导员，说说，那个兵没人要的话，我要了。不是李长世同志，这个小李子呀，是个学生兵啊，你能行吗？那啥不行的，我过去当兵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要。扯淡，他和你能一样吗？你真的能带他？啊，行，小李子归你了，好吧？你把他带成一名合格的兵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别看他身子骨单薄，人家是读过书的啊，他是咱们连最有文化的战士。啊，哎，你小子捡便宜了啊，捡了个寻宝工。嗯，谁？我说你是个没文化呀，真是。哎，你给他说，别说隋唐的事儿太长，我就一句话哈，你要抓住这个战士的特点，啊，不要简单粗暴，
记住，响鼓不用重锤，遇着事儿别急啊。是，要赶紧走吧，我们还说事儿呢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各位呢，都是新补充的老兵。我看这样子，有些人这兵龄比我都长，估计射击这种基本功肯定难不住你们。那咱们换一下，咱们玩个花的，主要就看看大家的这个射击特长。就在那边，咱们一人一枪，五个数之内必须击发，打完一枪呢换另一个人，怎么样？是，来吧。击魂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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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松手！杀！你会打枪吗？不会。杀！你先上后面去，看其他同事打。怎么还有一个不会打枪的也通过了呢？这事儿谁啊？哪个？靠树，靠树，靠树根坐着那个。不是，怎么？我原来以为他单薄点嘛，也没啥事儿。我说，你起码军事技能你有啊？啥都不会呀、啊！我一看，完全生瓜蛋子。我这刚回头正看见一回手，我这枪对着我，让我一把把枪下了。还有这事，你腿比脑子快了，这回咋样？嘿，整得快热山芋，呼自己手吧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太抽人了。咱们连随时暂时先休整，但是随时随地都拉上前线去了，这啥也不会咋整啊？这，那你觉得还能整了吗？不好整。好吧，我去找连长说。哎呀，你不能跟连长说，你跟连长说，连长又埋汰我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我都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整他。哎，手上自家。啊。对。看瞄，你看我干什么？瞄准，稳住，放松，放松，这怼哪儿去了？接。来，瞄好，瞄好。来，上膛再来。哎，一定要端住了，稳住了，顶住了。对，非常好。啊，好，来，瞄好，瞄好，瞄好。对。别乱开，瞄准了吗？什么什么？瞄准，瞄好，稳住，顶住了，别端，稳住，来看好，瞄瞄瞄，看见了吧？嗯，现财神。是个称职的排长啊，把整个排都带动起来了。听我说呀，进步最大的人还是李长胜。为什么？你看他呀，我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刺儿头兵，当了班长以后，再给我深一脚浅一脚了，对待新兵还是很有耐心的。嗯，当初你不是还要考虑考虑吗？谁说的？我说考虑排长的问题。一连长，一连指导员，这是团里的命令。传播命令指示完毕，有没有回信？没有，报告团长，我知道了。
不是你说，这团部怎么给我下达这么一条命令？团部调你去二营当营长，证明你进步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张大铁在乎升官吗？啊？你讨论的不是升不升官的问题，我是在讲组织为什么这么安排。他们肯定是信任你的军事指挥能力，让你有更好的发展。我个人意见，咱们都是老党员，怎么也得带头服从组织安排吧。陈明同志，咱们一连现在在重建，在大换血，我得把咱们重建后的一连再练成尖刀，知道吗？我才踏踏实实走，否则我不走。哎，要不就让上级给我调一个新的连长，比我强，我立马就走。哎，不是，你听听你现在这个说法，你不是跟李承顺犯了同样的错误吗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哎哎哎，老伙计，不对呀，你怎么把我和他混为一谈了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就在前几天啊，你亲口批评了他，什么无组织性、无纪律性，他当时为了一般，不是吧？我说了吗？我在哪说？就在那屋说的，你忘了吗？你现在跟他一样是为了一连，没区别。你这犯的也是山头主义，听见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一个理儿，真的不是一个理儿。哎，说实话啊。其实我也不舍得让你走，可是咱得冷静下来想想，你说组织为什么要这么安排？这回咱们团打穿插阻击，二营可比咱们营伤亡惨重，营长牺牲了，教导员重伤，他们营三个连长，两个没了，你说跟咱们比起来，他们是不是更急于重建呢？哎，排长，我今天我看见团部那同学来了哈。啊，每次他一来肯定有任务，是有任务了吗？哈，那小子那是我老乡，我问了他一下，他咋说的？他说，咱连长要提职了。是吗？哎呀，连长老厉害了，当营长都行。那是，咱连长的指挥水平，那是杠杠的。哎呀，连长要当营长，然后你排长再升到连长，咱们以后还一个连呢。你别瞎嘚嘚。你以为那部队是你家开的？你说了算？不是我说了算呢，我说我感觉那个什么。是调去一营当营长，那该多好啊，老伙计！这样咱们就能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可是命运就是命运。是啊。
命令就是命令。排长，查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咋回事？啥事？陈家，我们连长就调去当营长去了。哎，你这张牙舞爪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这咱们营营长嘛，不是的，不是到我们营当营长，是调到二营当营长去了。啥玩意儿？二营啊？不对呀，这不咱营吗？不是，是二营。那以后连长就不带咱们连队打仗了？是的。这咋整的？这是？不是，不能让走了。连长要走了，咱们这硬骨头连这不行啊，不没有主心骨了吗？啊。你不能让连长走啊！李长顺，你想咋的呀？上次你就犯了山头主义错误，这次又咋的呀？又想给我惹祸？好，排长，我不惹祸，但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把连长调走啊！那你说咋办吗？排长，叫我看还是把同志们交过来，我们开个会商量商量怎么办吧。对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长顺，啊，你干啥去啊？我跟人找同志们商量事儿啊。用你跟着去啊？就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嗯，就你这个腿脚，给我留下。大风，快去。是。行，那你去吧。把同志们都叫来啊。嗯。老实待着。不是，怎么可能？因为这不定了，不说咱们赢吗？怎么？上级的决定。能。排长，赶紧想想办法吧，不然连长就真的调走了。是啊，排长。咱们连队用现在的成绩啊，跟连长的指挥是分不开的。那好，咱绝对不能让连长调走。对，你给我闭嘴！这要让上级知道了，咱这是发牢骚，咋看咱们连队？你们还不让连长走？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无组织无纪律？那总得有个办法好。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。李长顺这小子呢？哎，刚才不还在这儿的吗？那你们班长呢？坏了，这小子指不定又要给我惹啥祸了。我看不行，咱们连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不能走，我得给团里打个报告。你看怎么样，老伙计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个觉悟啊，和那个李长顺没两样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连长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肯定找你来折腾的。不信你看着，什么事儿？连长，怎么？我怎么听谁说你？上级要调您走啊？谁说的？